关于英国首相辞职，这是英国的内政，我不予置评。中方对发展中英关系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维护和发展好双边关系是中英双方的共同责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我们希望同英方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推动中英关系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中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大家已经从中国的长期发展繁荣和长期稳定当中得到了充分的感受和体现。中方反对没有安理会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当前形势下，我们也呼吁所有相关方保持冷静克制，鼓励和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外交努力，共同推动局势缓和。中国执法机关严格根据国际法开展对外执法合作，充分尊重外国法律和司法主权，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有关行动无可非议。美方无视基本事实，对中方追逃追赃工作进行污蔑抹黑，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方热情欢迎莫尔古洛夫大使来华旅行，我们愿为他在华履职积极提供协助和支持。支持想参与入合